我想要请问一下，若是讲民族，就是讲有共同的迄个利益啊吼，共同迄个啥物物件我袂记咧吼。安尼，嘿，安尼来讲的话，安尼全世界的国家应该拢是单一民族的国家才对，就是讲，咱看即摆法国吼，法国嘛有黑人嘛足侪，啊英国、印度人嘛足侪，但是以民族来讲安尼。法国的白人甲黑人，安尼嘛应该是同一个民族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谢谢。这个问题是我拄仔你讲的，若是种族的时阵，伊无法度分做两三个去参加国家啦，伊就是民族才会去分做两三个啦。从法国来说。有法国民族，有荷兰的民族，有台湾的民族，拢会用做法国的啊。伊的迄个是民族，才会当做的。你若讲血族的时阵啊，就袂当入来了咧。哦，比如讲，拄仔讲啊，英国人伊若迄阵啊血族的时阵。伊袂分属于美国啦，伊就是民族才能过去做一个的国家，做民族啊，啊会用咧吼，做多数国家啊会用参加人的国家啦，哦，这个国家才是正确的国家，譬如讲。咱讲台湾岛啦，台湾我看台湾的在国民党的中国人，我看是三四百万啦，那伊家己讲是六百万啦，哦，拢无要紧啦，哦，只系咱若用合作讲起来，拢都啦，解决啦，哦，就系讲一九。六三年，在日本有一个新闻记者问台湾人，这台湾人恁拢捌的，但是卖讲名啦吼。问我啊，恁若是同意这三四百万的中国人在安怎讲？要安怎？伊一句讲的吓落海。花蕊海。这款的想法是正确的，的想法。那民族。就安怎讲，民族就讲，伊即阵啊是伫欺负咱，咱咧统治来。伊只要若放弃，是毋是统治，咱啊会用咧，欢迎伊来参加咱的国家啦。啊，唔免像之前我讲做半个，但人啊，那你用中华民族的总统，你若是也是啊无。啊！别人你赢来参加台湾的，这个共和国也好，自由国也好，啊！这咱拢来都做出来，这好，这三百万的，这人哦，不叫劳动啊，操！无你讲咱讲独立哦，有独立人家开始就是，伊们。咱唔免个退落来，唔免个甲退落来，伊家己煞就退落来，无啥事。哦，咱即个民族个进步无甲关系。民族是啥？民族是政治命运甲经济利益合起来，这是民族。黑族是啥？就是血同款入去，迄个物件。啊，土壤你中国哦，无论国民党啊，无论中央哦，伊嘛讲，伊拢讲咱个是伊是黑族哩个，人民汉人呐。啊，迄实在是过去物件，伊提，比如讲伊嘛提迄个五六千年诶，伊就出来讲咱拢是台湾。啊，
人上到北部一个到分部啦。中大人哦，听我跟我阿叔讲哦，咱要活落去，咱如果一个吼，迄、那个做人呢，一块呢，迄个骨头，我阿叔，硬个，哦，有什么问题？运动，都问在进步。哦，都不能再进步，就是讲的。嗯，老师，敢会使请你解说什么叫做体制内的斗争？啊，啊，像讲单局去做体制内底官安尼，敢袂使算体制内的斗争？所以，免当，免安那。就是单局去做体制内的官安尼。不啊，咱唔是哦，咱个不想个是红是民通知哦。啊，个是民通知，甲日本甲荷兰个无同款。你是民通知个本上中央个政府来伫台湾咯，哦，即、这个国民党个吼，伫、哦、即个情形，咱啊讲像干呐外口。这些话，甲人话伊讲反对哦。老实讲，伊个力量较大，咱即段力量较小。哦，伫这两年，台湾要独立，要做一个时间啦。这个时间，甲人话咧，无那个在台湾呢，个社会不但会降低啊，同时对世界方面拢无做法子个。这是安尼个听有无？所以讲，台湾叫做分界，讲体制外的革命，体制内的改革。所以讲，我要讲的，我是一贯的体制外的革命了。我去台湾嘛是，台湾独立万岁，台湾人万岁，吼、哦，国民党。比如倒个，连中央啊，我嘛就是讲起来哩个。啊，我怎啊入去体制内，伊个迄个意思是啥？就是讲，咱要独立，毋是明仔后日就会独立，要做有不止长个时间才会独立。这个中间，若有国民党侮辱到台湾个社会，台湾呢？经济差一直落去啦，差不多一寡是要起来再退下来，退下来是啥？唔是要去发独立啦，退下来是要入去伊个迄间殖民地用处啊，伊利用退下来伊个地位哦，伊个殖民地这个条啊拆个，这个砖啊啊拆起来拆，安尼。可以一些啦，东西都保护台湾人的利益啦。啊，你看民众有安尼团结的那种，就问题是安尼啦。啊，看你退休话的人有的话，总理话不好什么，你这个问题啦。这是殖民地叫做分组，退休话的革命，就不甲你并走。体制内改革，哦，就是话已经是个改革的方案。啊，但是体制内改革哦，伊唔是为着国民党来改革嘛，
有着台湾人嘛，终极目标要独立的解决。嗯，这就是战略问题啦。平常时这拢是政治学啦，咱当然拢读政治学人较少，中央这代志拢较唔知。您基本上麻烦，台湾哦，我咧看哦，参加政治拢理性较济哦，理性比人性较勇敢。来，收音者，收音者，收音者。比讲嘛讲买予台湾独立，迄是啥物原因？比讲嘛讲买台湾袂使讲独立，迄是啥物原因？比讲买下台湾独立袂原因。啊？比讲买下台湾独立袂原因。是咱哪位啊？哦，比讲，哦，哦，这是不是咱台湾是？美国托管的土地。哦，哦，好，谢谢。这个事情吼，简单我给你说明了吼。日本战争失败啊，迄阵啊，台湾日本人有400,000的兵马啦。终于阵啊，这个亚洲的人啊，无个输人光。马卡萨，马赛是咩？马克阿萨，啊，马克阿萨，哎，伊这个这一群人啊，命令蒋介石攻来台湾呐、啊，来解除400,000的武装啊。伊唔是叫来占领，是叫攻来解除武装。啊，迄阵啊吼，因咧美国人哦。相反，有一个讲台湾都会像联合国已经通托管啦，是安尼啦吼。啊，我即下想起怎啊来哦，拢是用美国的军舰甲飞机，甲一些呐上60,000的啊，伊讲是两个师团呐、啊。两个师团的迄个动，国民党军来了，迄阵啊来，伊就是看到台湾，伊就本来看到台湾是皇帝啦，我福建，台湾是对个，上大个殖民地啦，即是中国人有做中华思想。周围人拢看到台湾，啊，拢以来就是做干呐讲，要来管皇帝哩干，啊，所以讲不但干呐，我喺1800年有写吼，日本时代是台湾的吼，伊个遐工厂，伊遐设施，伊遐产物，伊遐财产。拢国民党拢摕去啦，啊，全咧灌落去啦，哦，这就是头啊，就是安尼啦。咱头啊，头要放下，到尾几礼拜就直接开始了。哦，你这问你个国共起来。美国啊，美国先哦，反对台湾独立。哦，美国哦，这个哦，但是美国哦，伊是迄阵啊，甲苏联有滴竞争啦，两边拢有原子大战啦。从美国迄阵啊，伊也是啊是，要叫，即马就就转去啦，伊是叫伊来是要。解除日本的武装嘛，伊唔是叫伊来占领台湾，一互伊占落去，结果迄个美国也无法度。伊若迄个，伊差不多派兵来，你讲呢？
啊，即嘛美国无迄个太平的抗议啊，所以讲抗议。啊，到1950年朝鲜战争啊，迄阵啊实在是中共的吼，准备要来摕台湾啦。伊迄阵啊吼，迄个战俘有无？伊迄个帆船啊，拢几千只拢伫厦门，还是啥伫听候？伊若是朝鲜吼，美国若输了，到时要来占台湾去啦。伊就安那，迄阵啊，中日本呢，中国来台湾的兵啊，拢是残兵败将，炮灰兵啊。所以讲，伊就想要来提。但迄阵啊吼，美国的特鲁曼总统，伊出去派迄个第七舰队打来，总得无好提。这是美国的第一表现。啊，第二条线就是吼，即、这个1979啦，迄阵啊，美国甲中共的外交互交啦，迄阵啊就创一个吼台湾管理法啦，台湾管理法就是讲反对台湾甲台湾合作有一些啊建树啦。哦，啊，搁一项哦，就是呐，伊迄阵啊讲为着美国的利益，甲太平洋的利益，伊有一定的武器就袂哦，台湾啦，有安尼来啦。啊，所以讲到吼，美国若讲台湾哦，伊拢在马马虎虎，毋捌讲到台湾好啊，歹啊是倒去，歹啊好啦吼。即个老实讲，你毋知影哦，就是讲。阿扁啊，最后得要去中南美啦，哦，就去中南美啦。啊，即摆要转来吼，美国伊是讲你中华民国啊，大家拢无承认，你干那会用对洛杉矶过来，袂用对华盛顿地区过来？这意思恁知影啦吼，我来讲恁听有啦吼，比如讲。人都无承认你是一个国家，总你要对伊迄个，伊迄个，首富的华盛顿利息，袂使叫讲就对这个洛杉矶，阿边也唔啦，啊，头日带弄对个阿去，去个啥澳洲去个，甲讲美国外派是外派。有这个经营，这个经营的第二年，有一个美国的国防部的处长，伊要去中国的中间，伊才讲伊无赞成台湾独立，迄是头一摆讲的。啊，所以迄阵啊吼，中国有那是。以前是毛泽东，毛泽东伊都遐土地拢变国有的，遐企业拢变国有的，你一间车店嘛变国有的，比一个中国遐嘛变过啦。从毛泽东死了，这个一些人啊，叶小平，叶德平啊，吼，比如邓小平啦，伊家拢较自由啦，自由就是讲，现在吼，即企业甲土地拢要民主化啦。啊，迄阵啊，民主化有什么人来？中国人都个，迄阵啊，大家都是要死活，有什么钱通啊来买伊个迄个公寓啊？结局就是安那，有只大工厂。伊迄个工厂就是共产党员，啊，伊做迄个工厂的，迄个名义上啊，创哦共产党员，啊，变变人啦。所以安尼全国啊创哦，出来讲的是哪中共即嘛吼，哪讲上大资本家拢是中共的，拢是中共的。
安尼情形吼，即阵啊，中共诶吼，伊诶迄个党员有八千万啦，啊，伊诶现在啊，中国人共有十三亿啦，实在是有十四五亿，安尼看，伊就是一个中国诶党员吼，管诶现在十五个甲二十个。一般的中国人，从中国的迄个独裁真厉害，就是安尼来啦。我一机构就是变安尼，变安尼，除了讲，伊即摆变讲今年吼，伊的迄个中共的迄个财务的预算啦，我那算话，有台湾的七倍啦。七倍大，安尼听无？从今年吼，今年中央的所发表，诶，是哪伊个迄个国防啊？国防就是要买武器，要扩大，军舰什么的钱无？吼，中央的伊若讲有两条吼。伊绝对是有四条啦，就是讲伊讲的数字拢好巧啦。哦，伊若是发表我今年国家的国防费是两条，啊人出来就看是四条，又按两条来，所以我们这个。用这个数字来算台湾咯，台湾的七倍啦。啊，台湾的话，伊即摆对后壁来，伊怎啊变啊一个少去啦？啊，台湾即摆煞变啊拢是啥？拢是去一个政府去办公。我伫这个情形下。台湾倒是讲好，中国人真是来台湾偌多，但是这个时阵，咱台湾人就知影美国的伊的基本，美国哦，伊想对种种的提台湾啦，伊若台湾美国。中央若提台湾，伊迄个才会出来害啦。无，你这边哦，对泉州人做北海道哦，日本、琉球、台湾、菲律宾去，伊只要迄个，伊敢若会用突破这台湾啊，其他拢是外国，拢是迄个无。啊，所以讲，美国怎啊安尼？从唔只一九九六年，迄阵啊，中央哦两粒迄落飞弹拍来，一粒是拍你个啥基隆个、基隆个东北部，一粒是拍你高雄个西南部。迄阵啊，人美国就是两队迄个航空位置射出来，所以讲中央对台湾伊。无遐简单加出手啦，啊，从安尼，中央即摆才对钓鱼台去啦，啊，恁听无？就是讲美国的台湾咯，无得中央提起是国家，美国的国家的利益啦，咱台湾嘛独立起来，甲伊利益个是一致啦。不过国际上这个袂用讲的咧，啊，拄到迄阵啊，阿边个人弄一个，才互伊讲伊无赞成投入了嘛。从这个代志老实讲哦，咱无论阿边是台湾人啊，那是什么人伊就台湾人，你讲这个话就唔对了。你做你做是中华民国的总统，你要跟
美国人你叫你讲个人唔当对外先动你迄个，是叫你讲就对。对，这个洛杉矶，叫你安尼去西洋这个坐飞机，这个宣传美国的开会，美国人做得无民主啊！当然，我看美国拢是一支持台湾啦。像初期什么款，初期有真侪问题啦，因为这种啊种种大个。伊那个1920年哦，伊的迄个军事甲美国的相等啦，哦，相等啦。啊，佫讲中国这个是一个大市场啦。美国伊那伊要维持伊的资本主义，有那多提起美国的市场啦。所以讲无像遐简单讲的是哪。像阮爸讲，台湾的利益、台湾利益就一致啦。但是吼，这个代志看因美国内底的什么啦讨论咯，有那是看台湾袂同个啦。按讲你台湾，那是讲家己若无想要保的，要保的台湾，你国家美国讲袂放嘛，无法度嘞。当然都无想要保的台湾呐，你看。从咱即摆吼，是来讲，唔通干呐胡讲的，为着子孙啊，咱种啊，批示嘛都风起中央来了。国民党就要抢出兵来，更何况是这样。将要灭亡的一个这个东西啊，就话伊公众哦，这人哦，这人刚出去中国，去到伊唔敢搬个东西，对啊，唔敢搬东西，含在老啊，赶快呐，去中国住了，哦，我等下去拍戏啦，啊，去叫拍戏啊，伊做迄个中央的。两国民党迄阵啊，太1920年太中央太急啦。毛泽东哦，因咧头个因某啊个两个囝拢吼，即下就太迟啦。当然对国民党是真会再混个无好，啊，即落代志个时阵啊，国民党拢知影，唔敢转去。啊，大家就是，唔只是台湾核心，迄落垃圾钱就是摕，大家拢想要去美国，是安尼。哦，啊，这个老实讲哦，中共的吼，这是可怕的东西啦。啊，我讲美国啊，美国，但是我伫看吼，哎呀，台湾人啦，会保台，要是保台湾人，美国绝对袂放。即个台湾人就是国民党，伊连兵也无啊咧。伊普通，即个时候来1949年带60,000的军来咧。这种人都无找无办啊嘞！所以讲哦，当然，这种人咱也是一个危机啦。困难要安怎，有人是跟咱的运命有关的啦。当然，这种人大家若像马人讲哦，思想武装，还佫大家佫组织起来。三五个字做出来，予美国看讲台湾人呢，保的台湾，迄阵啊绝对没啥做。美国即阵啊就看迄种款，台湾人啊唔保台湾，国民党佫会是呐，有呐乱七八糟，伊美国人武器互的拢，通拢对中央的起什么，伊什么个的。从今晚的大南开始就怕什么的老兄了。
除了讲吼，实在讲吼，咱即马拢是有吼，本来是确确实实的保护家己啦。但人若无正当，即马无人保护咱。对咱应该是会转，一个是转机呗，啊，会是一个转机呗，变个转机啦吼，转啊会是会反较好起来，大家反较团结，会台湾咱台湾意识会较醒，是不是安尼？谢谢。即个学生。安尼起来，伊也毋是讲，伊也是瞬间徛伫台湾的立场。哦，因本来是往少年的热情，啊，甲正义讲起来，问题是吼，因遮无政治经验，啊，所以讲过一项。因唔知安怎，因反对民族主义，因拢讲自由民主。那伫殖民地，干阿无讲民族主义，讲自由民主，你唔免怕做国民党啦。总，我落去两三日拢真无用，拢去遐食去解，你落遐去解，你落吼。但我想讲，食较要紧啦。咱台湾人，一生啊，逐个一生啊咧读册，那你若比迄落这较要紧，我才对遮来的。啊，老实讲哦，国民党伊安怎歹咧？伊个是啊，不但哦是殖民地，因遮拢寡了主义啦。大家拢伊拢，你若去遐哦，托咧若开咧，咧钱若无落个是呐，伊敢若唔甲你签就唔甲你签是即款个。从因就是寡了啦，寡了就是讲话拢比人个顶头去，啊拢个是呐，像伊呐。官的傻娘，这种物件哦，咱台湾人啊，传染啊真厉害。实在讲哦，你讲自由的民主哦，伊家己的行动拢无自由民主啦。刚刚讲做做的人，伊家己的行动拢无做的相关，除了讲。无论什么单人哦，干那一人啦，就团结啦。团结你个，你是，你只有力量的话，对个敌人啦。不管你人个有官僚意识，人都不爱跟你配合的去干嘞，啊，要安怎团结啊？从台湾来的要亲切。我就是讲，因遮学生哦，起来吼，迄是逐项咱都爱支持的。伊有人顺水有落台湾，但是都是因的做法可能有官僚因素。这一般的民众，敢拢袂做个啦？我这老乡，我自己的。耶电脑啊，红红配的话我哪怕下过来，但人对这点拢无什么，
然后国民党反击的惯势啊吼，因这当官后来，大家拢啊无什么感觉都，精神上嘛迄落厉害的啊嘞。从这个吼，逐渐就读册啦。我来讲，就是吼，咱的读册就对人客气啦，免得往对黄河运乱客气，也免得往台湾客气啦。从咱的经历啊，是通世界最多的经历，台湾人再吃起来了。所以说你家算是大家好的，可以我也听下来了，啊，希望你喔，那他俩现在就去讲给别人听。你讲即摆学生嘛去感染着迄落官僚的迄落物件吼，哎，你会使举例无？因为我听无啥，有时安怎学生啥物代志拢毋捌，啊，结果会有咱遮个成年人，咱即种去互污染过的即落官僚，你会使讲较明白清楚。伊讲啥物？你讲学生你讲学生囡仔吼，官僚的气息啦。学生囡仔有去染到这种官僚的气息啦。啊讲伊无了解讲是安怎，即个学生囡仔会去染到这种官僚啦。啊是安怎？你是袂使讲较清楚的。我来讲，学生拢要真少年，少年就是讲要真纯真，上面就是讲啊，唔捌代志。啊！伊考进大学，遐教授开始，大家拢逐日去甲伊是啦，甲讲你落红诶，你落红诶，你落红诶。伊无做红诶嘛，变粉红啊！你，安尼讲你听好无？这吼。就是讲吼，教育的厉害就是一点啦。你那迄个，比如讲像中央的啦，伊咧做的实在是真反人性啦。不过伊的先啊，就是逐日甲你读，逐日甲你迄落，你迄落结果在学生啊变独裁去啦。啊！即个学生呐，有讲看到咧独裁是唔好，吼、哦！当时国有迄个热情讲起来讲，你唔只独裁，你只协调，要超人啦。所以讲，我那是时间如何热情啊，我那对人行的天红天大。你看学生，你看几个人出来看因教书的时候会团结来买，我都，伊若无迄个思想，啊个无迄个组织，免一分钱，大家都走我地方啊。你那做个地方啊？除了讲我在讲哦，咱人都像安尼哦，家己的思想都不中，家己的好歹都。就先通好势，啊！国干哪好势了？啊！做去行动，行动就是讲做去发展，唔难。比如讲，你那三五个，哦，我那同我讲，还是叫我去阿讲，结果啊，都一做，安尼一日去，一日了啊！这是人现实的，但是唔是讲的。当然，那不。理念那无组织，结局那些啊未团结，就无力，无力你，干那你讲含话就无错，干那话讲，独立
他们人嘛会老土，啊，我住民上啊，不干，你无迄个一心的啦，思想不中干，你无迄个实际的物件，然后搞笑啊，我话，这不是简单啦，观众拢安尼啦，走，搞笑的啦。啊，我是本来是希望恁哦，这个是唔走，家己一个要拼的，希望恁大家安尼听。啊，这个转台湾咯，上少一半就他人咯拼来是安尼，就是说。啊，我这是已经到头的人啊，这么是叫恁，恁知影不知道？